而后便是菜菜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虚弱了，还我们再细呗，这些是不是威胁？第三，人不得食，则生羸力弱，身体就会虚弱，没有力气，这个时候就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这跟食物有关的主题，人不得食，则心愁生萎，心里就会开始产生忧悲苦恼，就会开始忧愁，然后身体会觉得 喘息不起来，那我是不是不可能再活下去？这些危机感就出来了。第五，人不得食，则乏力难言，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是食物带给自己很强烈的那种感受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